兰这边，因为这次是苏力台风登陆的地方，这个首当其冲。我们也知道这一边的风强雨大，那么对于我们的不管是稻谷或者是青葱，都造成了相当大面积的损害。所以我今天就赶快到宜兰这边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农民。那么当然农委会都有一套这个标准的补助，那我们希望一方面农委会呢能够在整个查报工作上面要尽量的快速，那么在补助方面我们尽量的从宽，只要是在我们的标准里面能够尽量给我们的农民朋友帮助。那今天很感谢我们县长还有两位这个立委一起陪同，我们可以实地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稻谷倒伏的情况，然后来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加强。好，谢谢。